じゃあ四季草叶尖尖，他对小鸟说：“我是秋天，我是春天。”荷叶圆圆，他就青蛙，他对青蛙说：“我是夏天，谷穗弯弯，他正他居着。”秋天，水人大肚子一挺，他顽皮的说：“我就是冬天。”尖说：“春天。”下班的就冬好了，次はこれ。大小上下南北，男女开光正反男女开光正反。好，这儿。读一读，说一说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，大地、树叶、青草、莲花、飞鸟、小鱼、青蛙、水人。妈妈问，这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。妈妈问。冬天有什么？这里面冬天有雪人。冬天可以堆雪人。那么夏天这里有什么？夏天是有青蛙和莲花。好，非常好。还有这个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寸光阴，非常好。一番好きな天は、一番好き。どうしてかというと、果物がいっぱい食べる。那是什么？什么天？秋天。秋天最喜欢。秋天，最喜欢秋天。負けた。